哎，这里虽然很旧，但是感觉很酷啊。嗯，这里是用杭州的老建筑重建的。哦。嗯，这是一家店吗？嗯。什么什么，猫丑茶好。茶，进去看看。哎呀。啊，这是一家店吗？算是吧，一家店，一家小店。啊。外面写着猫丑呢，一个朋友写的，他说你这我这里养一只猫，他说有点丑。不要当面说丑啊。哇，来喝茶啊。谢谢。嗯，您是怎么开了这家店的呢？早期是在他公司做茶的，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就找了一个小地方。嗯，我自己找了一个小环境吧，就像一个秘密基地一样，很多人不知道是一家店。就这么勇敢的辞职了？嗯，可能还是想做点相对自由、自己想做就能做的一些事情吧。阿曼这个名字不是本名吧？阿曼这个名字其实用了很久嘞，二十来岁的时候觉得有些话说太快了，想后悔啊，就觉得就来不及，觉得你可以慢一点的。其实但其实还有更一层含义，就是有时候节奏可以慢一点。现在的生活节奏应该比较从容吧。人有意思的是你可以想象，我可以想象成就是深山老林，我也可以，然后门一开我就进来了，门一开也看不到什么任何高楼大厦，就是树一条河。有时候会把自己当做一个古人，不自觉的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时期的人。再见啦，水猫咪。再见，小家伙。现在古代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平和了呀。这么年轻就悟到了心灵的力量，不简单呢。嗯，妈妈是在说我吗？啊。那么今天妈妈就去我无论如何都想去的地方吧。哦，想去的地方。嗯。就是这里，妈妈。创业的年轻人啊，聚集在这儿，都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呢。哦，有日语，原来叫梦想小镇呀。你好，您是工作人员吗？我们可以参观吗？是的，这是我工作的地方，需要带您参观一下吗？给您添麻烦了，我也在考虑创业呢。哦，那太好了，应该对您有所帮助。那就拜托了。这边是一个古镇，之前呢是一个粮仓，是囤谷子的地方，现在呢改成了创业的基地，代表着良人归仓。良人归仓，看来国家很看重你们呢。我是从国外回来的，现在是一名海归。什么？海归？就像我这样的，在国外学习，然后回来工作或创业的，在中国就叫海归。哦，是有回故乡产卵的意思吗？嗯，像我刚毕业的时候身无分文来到这个地方，在这里租了两个工位，前两年的话每年会给我20000块钱的起步经费。哦，看起来有很完善的系统吧。不需要担心前期准备，只需要专心创业就可以了。嗯，像我们公司而言的话，3年会有30%的研发经费的补助，最高能补助到600万，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这么大的支持力度真让人羡慕啊。就是这里了。好气派的办公室啊。嗯，10人左右的公司吧。这照片是？这是我和我的夫人，我们于哈佛大学，毕业，学习环境学。哈佛，好厉害。嗯，哎，也就是说创业项目是与环保相关的吧？可以来我们的实验室看一下。能看到开发中的东西，
好激动啊，开心。我们在这边主要是把厨余垃圾碳化。哎，厨余垃圾可以改善环境？我们厨余垃圾经过预处理可以变成这样的干物料，那么通过设备碳化以后可以变成这样黑色的碳，这样黑色的碳可以用来修复土壤，净化水源，也可以用来制作成这样坚硬的建筑材料，用于吸附室内的甲醛。用垃圾来一箭双雕，哦，甚至三雕，真是了不起的想法。之前我们有一个3年的补助期限，正因为有这3年的期限，那么逼着我们年轻人更加努力的去创业。一定要加油，早日投产啊！我也在日本加油。祝您也成功，谢谢。谢谢。再见。再见。梦之都真是充满了年轻人的梦想啊，使用科技改变社会的伟大的梦呢，我也受到了鼓舞。妈妈快看，这是用计算机控制的西湖喷泉呢。这种韵味和白天完全不同呢。那么今天我们去看一下传统科技吧。传统的科技？嗯，大概是在这边吧。不好意思，是金善店吗？你好，你好，来，请进。哎呀，好漂亮的工作室啊！像这个架子上都是我们之前收集来，然后金善过的一些东西。然后像这件是比较典型的金善的作品，然后它是一件宋代的建盏，然后之前这块缺失了，然后我们用金善的方法吧。现在已经是超过1000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每天把它拿在手里呢，其实就是说能跟古代的一个文化和人有一个交流，因为当时的人他是卧足做的，所以做的都比较矮，所以当时的器物都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足，会适应他们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你们是本地人吗？我们都不是本地人的。到杭州之后好像找到了一种安定的感觉，在这边反而有一种家乡的情结了。现在可能喜欢做的事情还有合适的人都在这边。曾经木心不是说过吗，说他所谓的那个元气指的就是孩子气。那我觉得大部分我们周围的包括我们在内能够静下来认真的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人，都是保留了这份元气，这份天人的气。我们两个在这里生活是觉得蛮幸福的。还真是令人羡慕呢。但是收入没有问题吗？我们也是因为有互联网的这个环境，然后才让能需要修东西的人能够找到我们，我们才能真的全职把这个做成一个职业。
要不然可能最多是一个业余爱好了，因为我们没有开店，就其实找过来的全是互联网上的口碑相传了。其实有一个方法特别简单，就是你把你的欲望降下来，然后你的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了。像我们就是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好像就会比别的人更容易一些。再见。再见。再见。谢谢。